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14课，这又是一篇跟科技相关的文章，叫做 Lesson 14, 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这个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来看看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部分。这个先打开到第82页，第82页是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先来看看生词短语部分。好，第一开始先跟我读一遍，跟我念。Read after me. Forecast, forecast. Speculative, speculative. Blizzard, blizzard. Deteriorate, deteriorate. Multiply, multiply. Cascade.Cascade, turbulent, turbulent, dust devil, squall, squall, eddy, eddy, grid, grid, sensor, sensor, humidity.Humidity, meteorologist, meteorologist, Princeton, Princeton, New Jersey, New Jersey, fluctuation, fluctuation, deviation, deviation. 好，这是这棵树的生词和短语。下面像惯例，按照惯例，还是先来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第一个重点词，哎，这是一个特别常见、常用，而且近义词很多的一个词，就是这个预测或者预报，做动词、名词都可以。那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英式发音呢，前面发 o，没有卷舌音，后面发 r，大声那边，forecast，forecast。但美国人觉得这么读太古板、费劲了，这个 for 有个字母 r，就是 for。这个 r 变成 i，这口型大一些，前面加卷舌音，大声那边 forecast，forecast，常看美剧的同学觉得第二个发音更舒服一些啊，这是这预测或者预报。咱们先看看英文解释，什么叫预测或预报呢？它做动词、名词都行，它表示 to publicly say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with the weather or the economic or political situation，就是我当众的公开的来讲。这个在未来什么事会发生？比如在天气方面、经济状况方面或政治局面方面，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公开的这个预报、预测，对吧？后面说呢，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special or technical knowledge，尤其是当你具备了某些专门的或者技术方面的知识的时候，用这个专家在预测、预报，可以用这个词叫 forecast。那么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它指。什么天气方面、经济、政治方面都行。先看做名词的例子，那么最常见的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天气报 （weather forecast），这叫天气报，那可以这么说。那同样的，不见得是天气。你看这个句子里面，the company's annual sales forecast，这个公司的每年一度的销售预测或销售预报。那这公司销售部门主管预测一下或预报一下，今年我们这个全年销售额大致将会是多少？预测或者预报，这都是公开的去宣布这个事情啊，这个可以这么来说。那么这个词当动词来用也行，当动词来用重音的也可以在前面，还是 forecast。而且当动词来用，它是不可以做动词，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不变，还是 forecast，不是 forecasted，不加 ed，跟动词原形是一样的。你看这句话，Rain has been forecast for tomorrow，就明天去预报呢，天有雨，带好伞哦。这雨被预报了，注意过去分词依然是 forecast，非常好记，因为我们这个 cast，当英国人读成 cast，它的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就都是 cast，cast，cast，cast 就没有 casted，这个 forecast 继承了这个 cast 这个字形的变化。哎，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个主动结构，主动的例子，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forecasts the economy will grow 8% this year。Federal Reserve Bank 就是咱们说的联邦储备银行。
就联储，对吧？联邦储备银行预报或者预测，经济呢在今年会就会增长8%左右。大家注意，老师在读 this year，把它音变成 this year。This year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 s 如果碰到这个 ye 这个半元音 ye 一般会变成 sh 这个声音。This year 读快叫 this year。那么上帝保佑你哦，bless you 读快变成 bless you。我向你保证哦，I promise you 都是 I promise you，promise you 是这么来读的。你看，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forecasts the economy will grow。8% this year，今年这个经济将增长8%。哎，这是预报公开的，来预测经济、政治，包括什么天气的状况，是这么来说。那、这个非常好记，因为 FORE 就可以表示在前面。Cast 本来是投掷，像撒网叫 cast net，向四面八方扔出去，提前扔出去，不是预测预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我们复习一下第十课在硅谷那会儿讲的预言说。就不一定是当众的去让大家都知道了。总之，预言提前说，大家还记得吗？这两个动词能替换，我分别大声读一下：predict、foretell。这也好记，咱们说过 PRE 也是提前，dict 还是语言文字，提前说的话叫预言。那么 tell 呢，还是告诉你们说吗？FORE 依然是提前，提前说还是预言或者预测说，对吧？比方说，He predicted 或者是 He foretold，注意 foretell。Foretell 一般过的是 foretold，跟那 tell 的变化一样。他预言说什么呢？The improvement will continue。他预言说这改善将会持续下去，会继续有所改善，是这么来说。我们讲过区别，foretell 呢可以表示预兆、预示，但是 predict 不能表示预兆，它只是预言。所以 foretell 呢多了一手，大家还记得这个句子吗？Timely snow foretells a bumper harvest。这是个谚语，怎么翻来着？瑞雪兆丰年，这里面 foretell 是预兆的意思。Timely 是形容词，及时的，及时的一场雪预兆着一次特大的丰收。这个 bumper 但就特别大的，就 enormous colossal 这个意思。好，这是表示可以用它表示预兆预示。那还有好多相关词汇，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预示就是 forebode， 但这个词一般都表示预示不好的灾难会发生。这个也是预示的。或预兆着有什么事，但这个词一般它的结果是不愉快的事，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大声读一下 forebode 叫预示的。来，我们看例子呗。 Black clouds forebode a storm， 乌云预示的会有一场暴风雨，可以这么来说，这是预兆预示。那还有一个，你看也是预言，但这个预言呢它一般用在宗教啊或者一些神话故事里边，他一般多强调拥有某种魔力的人在预言未来某个事会发生，像上帝预言说某位先知或者穆罕默德他预言什么什么，用这个好一些。我们大声读一下 prophesy， 他再来先知 prophet， sigh 不就像 say 一样吗？先知说叫 prophesy， 就特别好记了。再读一下 prophesy， 预言说，但一般多强调有魔力的人，有种魔法的人或有种超自然能力的人在预言。咱们看例子。 Jesus prophesied that one of his disciples would betray him. Jesus 就是耶稣基督了，这耶稣曾经预言说什么呢？他的一个弟子将会背叛他，这是过去将来时了。这是因为有魔力，他提前就知道这个人要背叛他，但弟子问是谁他却没有说。我们看 Jesus 是耶稣，他预言说 disciple 叫弟子、门生、门人。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次，把 s 去掉，大声读一下 disciple 叫门生，将会 betray 就是背叛他了。这个是我们看最后的晚餐这么一幅画，里面呢有一个人叫背叛他，是谁呢？大家能看到这个人吗？就面色有些阴暗的人，手中你看这个地方拿着一个钱袋，这口家伙就是 Judas， 就是那位犹大，未来背叛耶稣，致使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这位叛徒 Judas。 以后 Judas 这个词就可以表示叛徒犹大。这么一个，这是有神力的人在预言说，可以用它。好，这个预报相关的词汇做了一个重要总结，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推测的或者是投机的这相关的同根字，特别常用，而且意思比较多。咱们做一个总结啊，先大声读起来：speculative，speculative，speculative, 推测的或者是投机的。推测就推断、猜想，投机呢就是炒股票啊、炒房地产呢这个方面意思。咱们先看表示推测的、猜测的，咱们看一看这个它的这个英文解释。什么叫 speculative？它表示Based on guessing, not on information or facts. 基于的是猜测、猜想，而不是基于的一些情报信息或者事实数据，纯粹是瞎猜的，就推测的、猜测的。我们看一些例子，这有的时候略有贬义词的味道了。你像这句话，His conclusions are purely speculative. 他的结论呢，纯粹是推测，是这么一个意思。好，这是第一个意思，表示。这个推测的、猜测的，那就纯粹基于瞎猜啊。但第二个含义呢，可以表示投机的，什么炒股票啊、炒房地产呢、投机的。你看，我们经常用 speculative investments，就是投机性的这个投资，这个纯粹是投机性的，就是猜测未来是涨还是跌。这个就是，但是风险就很大了，这是投机性的，可以这么说，投机生意的啊。它来自于呢，我们常见的动词 speculate。这个在未来的文章中也会出现，咱们先看一看，它依然有两个意思，猜测还有表示投机都行。咱们第一个先表示猜测，这个含义先看一看，大声先读起来，speculate，speculate，就纯粹基于瞎猜这么一个这个猜测。要注意一下，它经常跟介词 on 或者跟介词 about 这个词来搭配。我们看一些例子，We can only speculate on the reasons for his sudden resignation。我们只能猜测一下他突然间离职辞职的这么一个原因。Resignation 来自动词 resign，就辞职了。来，那么关于什么什么做猜测，后面加 on，这个 on 也能换成介词 about，可以，这是表示推测或者是猜测，纯粹是瞎猜了。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可以表示投机，做投机买卖。这投机呢，咱们看看精确的解释就更好理解了。是什么叫投机呢？To buy goods, property, shares, etc. Hoping that you will make a large profit when you sell them，这是做投机买卖，投机啊，就是买商品、买不动产、房地产 （property），哦，买股票股份这 shares，对吧？那么希望怎么样呢？希望你在未来卖掉他们的时候能赚上一大笔钱，就投机买卖，就是什么买商品、囤积居奇呀、买股票、炒房地产，这叫做投机买卖。注意这个时候介词呢，后面一般加 in，你看不同的。含义介词搭配不一样，特别好记，对吧？比如说，speculate in stocks，在股票方面投机，就是什么什么低点买入、高点抛出这种投机，可以叫加 in。那么它的名词形式就是猜想、猜测或者表示投机都行。我们再读一下，speculation，speculation，表示猜测、推测或者投机都可以。那表示猜测、推测呢？它有些同义词，比如说可以用 conjecture。或者 guesswork 都可以表示纯粹的猜测或者推测相关的这几个词，咱放在一块儿读一读：推测、猜测 （speculation）、conjecture、guesswork。最后这个字连写分开写都可以，都是推测或猜测的意思啊。同样，这个 speculation 呢，也可以表示投机，就投机买卖，继承了刚才动词的含义。你比方说，property speculation 叫房地产投机，前面 property 房地产不可数名词啊。好，这是这个投机的，包括说推测的相关的同根词放在一块记住，包括动词不同含义、不同的介词搭配，掌握住这个单词就牢牢的成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了。好，这个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词才是有关天气的一些词儿，这天气变化无常，有关天气的名词也特别多，特别讨厌。这一课书中就出现了很多，咱们给大家再给几个。那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特大的暴风雪。暴雪，我们大声来读一下，blizzard，blizzard，叫特大的暴风雪。这个有一部分喜欢打游戏的这个男生一定对这个词儿不陌生。有个著名的游戏公司叫暴雪公司，就用的这个 blizzard，大家一定不陌生，对吧？咱们看看什么意思，blizzard means severe snowstorm，特大的暴风雪。本来 snowstorm 就是暴风雪了，severe 非常严重的特大的暴雪了，特大的暴风雪天气，雪一积500米厚，哎，大家说的夸张一点，总而言之，特大的暴风雪啊。
我们还有跟它很类似的好多都用 storm 做词根的，咱们看几个，比如第一个叫雷暴，大雷暴就是这个暴风雨期间打了很多雷啊，雷暴，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thunderstorm，thunderstorm，特大的雷雨天气啊。还有呢，暴风雪就是刚才这个词，我们用它来解释了前面这个词，再读一下 snowstorm，snowstorm，哎，这暴风雪天气。还有呢，你像特大的暴风。特大的风暴，我们大声来读一下，windstorm，windstorm，也是用 storm 当字根，就是暴风。哎，还有呢，沙尘暴，这前面是风暴，这是沙尘暴，很多沙子。哎，我们来读一下，sandstorm，sandstorm，这是沙尘暴。还有本文中呢，生词表中另外一个字，就是突然起的一阵狂风，突然的一阵暴风，我们读一下，squall，squall。这个词表示突然间扬起很多的沙尘，起了一个大风了，就是它强调一个突然性，就是突然间起的一阵暴风，突然刮起狂风，往往伴有呢雨或雪的天气，那叫 squall。还有一个小的尘旋风，小的沙尘暴，小的尘旋风，而且呢扬起了很多灰，这个灰尘。我们用这个沙尘这个尘土，再加魔鬼这个词，小的尘旋风，小的尘暴。我们再读一下 dust devil。Dust devil，dust 读快了之后，那个 t 听不到了，对吧？再来一遍，dust devil，叫小的尘旋风。你看，这是咱们生词表里有的。复述一遍，这个 squall 叫突然刮起的一阵暴风，而且夹杂有雨雪的天气，可能对吧？这是突然间来了一阵沙尘暴，小的尘旋风，可以这么说。那、还有呢，特大破坏性的暴风，特别大的破坏性的暴风，用这个词，这都是跟风相关的。大声来呗，cyclone。就特大的暴风，哎，如果这个暴风发生在太平洋的西海岸，这个一般咱们叫飓风。就太平洋的西海岸这地方，就接近美国了，墨西哥这个地方起的特大的暴风，咱们叫飓风。大声来没？Hurricane，Hurricane，叫做飓风。如果在太平洋的西海岸，就在咱们中国呀，什么台湾呐、台湾岛啊这个地方起的风，咱们叫台风，在英语中叫 typhoon。注意重音在后面哦。叫台风，大声来呗，typhoon，typhoon 是这么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叫龙卷风，我们大声来呗，tornado，tornado，你听 tornado，好像这个转起来的声音啊，咱们复习一遍啊，blizzard 表示特大的暴风雪，thunderstorm 就是特大的雷暴，就打雷的暴风雨，snowstorm 就暴风雨暴风雪了。Windstorm 是暴风，那么 Sandstorm 是沙尘暴，Squall 是突然起的一阵狂风，往往有可能有雨雪天气。那 Dust Devil 就尘旋风，Cyclone 就特大性的破坏性的这种狂风。那 Hurricane 是太平洋西海岸，在美国墨西哥地方这个飓风。Typhoon 是在太平洋西海岸，在中国包括什么台湾呐、包括印度啊这个地方登陆的这种台风叫 Typhoon。最后 Tornado 就是龙卷风。好，这几个相关词汇，咱们放在一块儿把它记住就好了。这个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变糟或者是恶化，这个不好读，音节特别多啊。我们慢慢来起来，把它读起来，deteriorate。再来一遍，deteriorate。好，这变糟或者恶化这个词呢，一般是不及物动词，就是本身主语本身在变糟、在变坏就行了。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Alan's health has deteriorated，就是 Alan 这个人，他的健康现在已经恶化了，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每况愈下，这种感觉叫 deteriorate。那同样的，我们不见得指人了，指其他的东西也行，比如说美国在恶化中的经济，这个 deteriorating 在这当一个形容词当修饰语了，分词当形容词修饰 economy，美国在渐渐恶化中的这个经济叫 deteriorating，也可以啊。那么，同样这个动词有介词搭配问题，deteriorate 后面加 into 就可以加宾语了，就恶化成了，逐渐堕落成了，越来越差劲儿，变成这么一个状态，可以这么说，对吧？就恶化成了什么什么？我们看例子，The discussion deteriorated into a bitter quarrel。本来呢是大家在讨论，结果呢讨论这个双方人可能涵养不够。结果呢，恶化成了一次激烈的争执，打起来了，成了争吵了。哎，
本来是讨论一个话题，结果呢，上升到人身攻击，打起来了，就恶化成了什么？变糟成了 deteriorate 加 into 可以那。那么这个词在写作中咱们也可以替换，跟它特别像的一个动词叫 degenerate，也是恶化，它比 deteriorate 更为正式一些，那用法几乎完全一样。我们大声再读一下，degenerate，degenerate，也是表示恶化、变糟，become worse，变得差一些，对吧？也是不及物动词。我们看例子：Our relationship has degenerated over the years。多年来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已经恶化了。一开始是好朋友。是夫妻，最后呢，慢慢成仇人了，对吧？我们的关系多年来已经恶化了。同样，恶化成了什么一样，后面可以加 into。你看，跟 deteriorate 用法搭配都一样，咱们写作中就自信可以来替换了。同样看例子：Don't allow your comments degenerated into a personal attack。不要让什么呢？让你的评论 comments 本来是评价别人评论，恶化成或者堕落成了。一个人身攻击 （personal attack），评论就事论事，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变差劲儿，变成这么一个状态，叫 degenerate into。这里面完全可以换成 deteriorate into，是可以的，跟它类似啊。那么同样的，还有一个变糟，可以用它来替换的，叫 worsen。更好记得就 worse，后面加 n，en 是动词字根，我们读一下 worsen，worsen 叫变糟了、恶化了，也是不及物的。你看，the weather worsened。During the night，在夜晚天气变差了。本来在这个傍晚的时候还是这个晴天晚霞满天，但大半夜里边可能这个狂风怒号下起大雨了。但 worsen 后面加 into 这搭配不太常见啊，但是指变糟是可以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用更为简单的通俗的一些习语来表达 become worse 这个变糟变差这个含义，比如说 get worse。变糟了，比如说 go from bad to worse， 从差到了更差，这固定搭配 bad 和 worse 在这儿直接放在介词后，是固定搭配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搭配叫 go downhill， 走下坡路了，也是变糟了。注意这个 downhill 是副词，叫下山地，注意重音在这个 down 这个音节上。跟老师大声读一遍，咱们讲的时候读一遍，但希望在课下多读几遍背下来啊，大声来一遍 get worse。Go from bad to worse. 注意重音哦。Go downhill. Go downhill. 走下坡路。比方说吧。Moving in together was a mistake, and our relationship rapidly went downhill. 本来呢，两个人谈恋爱好像挺开心的，处得不错。结果后来就同居了，住在一块了。搬到一块住啊，简直是个错误。为什么呢？并且我们两个的关系迅速恶化变糟了。这个当然也可以换成 rapidly deteriorated, rapidly worsened, rapidly degenerated, rapidly got worse, rapidly went from bad to worse, 都可以。你看这几个变糟都是不及物或类似不及物动词的一些短语的用法，在生活中咱们就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来酌情采用。那么这个后面几个呢稍微通俗一些，但写作中用来替换也可以。好，这是把变糟变差这个相关词咱放在一块记住，这个单词我们看到这儿。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重点词，就是汹涌而不稳定的，这一般指风啊或者是水呀、这个东西。派生意呢可以表示动荡的，什么经济环境、政治局面等等等等。那么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个形容词，慢慢来 turbulent。 再来一遍 turbulent，这个词里面有词根，咱们一会儿会说啊。先看看什么叫汹涌不稳定的呢？它的本意表示 air or water moving violently and unevenly， 表示空气或者水非常这个急速的这个爆裂的在运动，并且非常的不平稳。unevenly， even 不是平稳的吗？不平稳的、汹涌的，就汹涌的、不稳定的，一般指什么空气呀、或水什么波浪。汹涌不稳定的，对吧？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turbulent waves 就汹涌的这个波浪，不稳定、起伏啊、旋转呢、这种 turbulent。但这个词在生活中一般多表示派生意，就动荡的、骚乱不宁的，它未必是指水或空气了。看例子 ，The turbulent tim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个动荡的时代，
动荡的、动荡不宁的、骚乱的，叫 turbulent，是这么来说的。这个做派生意更常见一些啊。那它的名词形式呢，就是 turbulence，本意可以表示汹涌不稳定的气流或水流，或者气流、水流的不稳定都可以用它。派生意呢，一般表示动荡、骚乱或者暴乱等等等等，有指这个意思。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turbulence。它本意表示汹涌不稳定的水流、气流，派生意是动荡或骚乱。比如说，political turbulence 就政治上的动荡，对吧？在 social turbulence 就社会的动荡、社会的动乱啊。那么它来自于一个重要词根，哎，你看这里面有词根，就是 turb 这个 turb，它表示搅乱，就相当于动词 disturb，搅乱、打乱的意思。turbulence 来，如果我们来用这个一个木棍在搅乱这个水的话，水就会起漩涡，会动荡不宁。所以它本身 turb 表示搅乱的意思，有这么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几个同根字，比如说有个形容词叫 turbid，它跟搅乱有关系。这个做形容词可以表示浑浊的，尤其表示我们这个液体浑浊不清的。你可以记住，搅起了泥沙一样，对吧？浑浊的，大声读一下。Turbid，哎，把水底下泥沙泛起来了，就浑浊的、浑浊不清的啊。还有这个词叫发动机里面的涡轮机，像飞机里有涡轮机在旋转嘛，对吧？好，我们再读一下 turbine，还有后面这个动词叫使非常非常的不安，大声来念 perturb。它类似于这个 disturb，但是语气更重一些，这也好记，因为 per 这个字头就可以表示 thoroughly 彻底的、彻底的搅乱了，就使某人非常的不安，心中很不安，对吧？比如说，Mother was perturbed by my illness，我生病了，妈妈内心感到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担忧，叫做 perturb，使某人心中完全搅乱了，对吧？还有一个形容词叫镇定的、沉着的、不惊慌的，叫 imperturbable，就是不能够把内心搅乱的，就内心沉着镇定的、不惊慌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imperturbable，imperturbable，哎，就是非常镇定的，这个冷静沉着的，他心里不慌乱，可以这么来说。这相关的词汇可以把它一块记，记住这个重要的词根就好了。好，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湿度，哎，这多数是复习第四课讲过它的形容词，我们大声先读一下，humidity。Humidity 就空气中水分这个含量，叫空气中的湿度。咱们在以前见过它的形容词潮湿的，我们大声再读一下，humid，humid，读快了之后，最后那个带会失去爆破在里面，humid，humid，但是这个潮湿的只能指空气了，空气中水分很大的，大家还记得吗？Humid air 潮湿的空气，或者 humid atmosphere。这 atmosphere 不但可以表示大气层，也能表示空气，潮湿的空气，可以这么来说，对吧？还有呢，humid summer nights，潮湿的夏夜，也是指夏天水汽特别大，凉席上一会儿上面有一层水了，空气中水汽大，指这个。那我们在复习表示表面上满是液体或里边泡满了液体的湿漉漉的这种感觉，我们用大声读一下 wet。表面上满都是液体，或里面吸满了液体都行，这是 wet。你看，her hands were wet，她的手是湿的。这我们第四课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边，我们说过这表面上都是水了。还有，你像 a wet sponge，一个湿的海绵里边吸饱了水了，这个也可以用它 sponge 是海绵的意思啊。我们再回顾一下潮湿的，潮湿的如果指东西潮湿的，有两个词，一个叫 damp，一个叫 moist，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第四课我们讲过。这两个词都是 slightly wet，微微有那点湿，还不至于滴的水这个程度。这个 damp 呢，有贬义词的味道，表示湿了吧唧的，让人难受的。这个 moist，有一点褒义词的味道，我要的就是潮湿这个状态，我不想要干的，对吧？再复习，你看 bring me a moist towel，请递给我一条湿毛巾，我就要湿毛巾嘛，你要干的我还不乐意呢。这是 moist，但是你看 a coat damp collar，一个冰冷潮湿的衣领子。压在脖子上特别难受，哎，这个贬义词味道，这是 humidity 湿度相关的词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多数是复习这个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看这个气象学家，这个比较大个的词啊，我们大声来一遍，meteorologist，meteorologist，
叫气象学家。那么它相关的词就是气象学呗。我们再读一下气象学，meteorology，meteorology。哎，这 meteorology 看着个儿很大，那么它确实有字根。一般单词个儿一大有字根了，它其实里边来自于一个词叫 meteor。meteor 这个词本来表示流星，做名词它可以表示相当于 shooting star 或者 falling star，就是天上的流星划过天际的这个流星叫 meteor。但是它的在古代英语中呢，可以表示大气现象。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meteor，meteor，当代英语中咱一般指流星啊。还是再读一下它的同义词短语 shooting star，falling star。都是流星的意思，但记住 meteor 呢，在古代英语中表示大气现象。那我们以前说过，这个 ology 可以表示去研究，研究大气现象的气象学家，对，这样的人呢叫 meteorologist，meteorology 这就好记了，它有这个字根啊。这 meteor 本身表示流星，我们看一些常见的例子，比如说 meteor shower 叫流星雨，这 shower 不是表阵雨或淋雨的意思吗？对，meteor swarm 就流星群，这 swarm 本来表示一群。什么苍蝇啊、蜜蜂在一块儿，这是流星群 meteor swarm，哎，当常识记住就好了。还有，咱们复习以前讲过 meteorite，这表示陨石坠落到地面的流星，掉在地下了就陨石。我们打上面 meteorite，meteorite，和后面这个词是表示小行星。咱们以前是说过，就是指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这个小行星打上面 asteroid，asteroid。可以跟这个流星这个词相关的，同时记住就好了。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偏差或者偏离正常状态、偏离常轨，这个词也特别重要，相关的词和字根都特别重要。我们大声来读一下：deviation，deviation，偏差或者是偏离常轨。注意，我们先看看它的英文解释，什么叫偏离常轨啊？Deviation means a difference。From what is expected or acceptable，就是与我们预期到的或被大家所接受的东西不同，就偏离了。我们以为是这样，结果哎，出乎意料，它怎么会这样呢？偏离常轨了，或者跟我们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些习俗风俗不一样的，叫偏差或偏离常轨。这个状态叫 deviation，我们生活中用的特别多。比如说，left deviation 还有 right deviation，这个 L 和 R 大写。什么叫 left deviation 呢？政治上的左倾，左倾叫 left deviation，就偏离正常状态，偏离大多数人了。那 right deviation 就政治上的右倾就好了，左倾和右倾偏离中间状态，对吧？还有像 sexual deviation 就性变态行为就行了，偏离是正常呢。当然这个男女之间都有性欲了，哥哥喜欢妹妹，妹妹喜欢哥哥，当然不可能亲哥哥亲妹妹了。但这种人就太过分了，成天离了性，哎呀，就活不了了。性变态了，就 sexual deviation，性变态行为可以这么说，对吧？好了，这是偏离正常状态，与我们大家预期到的不一样，可以用它。那么同样的这个词介词搭配呢，经常跟 from 搭配，好记吗？从正常状态偏离了嘛，对吧？哎，经常跟 from 搭配，我看例子：Any deviation from the party's face is seen as betrayal。任何偏离我们这个政党信仰的这个行为。都被认为是背叛，betray，咱们刚才不见过动词就 betray 吗？后面加 l betrayal 就名词背叛，从什么什么偏离了，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但偏离了我们党的信仰的任何的这个现象行为都被认为是背叛，可以这么说，但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本文中也是这么用的，我们看本科书中，就是咱们82页的第14行到15行，82页课文的14到15行，你看有这么一句话。At noon, the spaces between the sensors will hide fluctuations that the computer will not know about, tiny deviations from the average。哎，这里出现 deviation 加 from 偏离了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在中午的时候呢，这两个传感器之间的空间呢，会隐藏一些起伏 fluctuation 就波动起伏了。什么起伏呢？就是这些电脑它无法了解到的一些波动起伏。这起伏是什么呢？这个看 tiny deviation from the average 就是偏离了这个平均值的这个东西叫 deviation 偏离了这个平均值的东西叫什么呢？tiny deviation from the average 是不是就是说前面那个fluctuation that the computer will not know about 它的同位语？这个 deviation 就是前 fluctuation 这个波动什么偏离
这个平均值的这样一些东西叫 deviation。偏离了什么？主语后面加这个介词 from。它的动词形式其实用的更多，偏离什么什么叫 deviate from，偏离了我们正常的这个状态，偏离了、背离了我们平均值等等等等都可以用它。我们大声读一下 deviate，deviate，后面还是跟 from 搭配，就偏离、背离什么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deviate from one's plan。偏离了我们某人的计划，跟当时的计划跑偏了，可以这么说，对吧？Deviate from one's principles，背离了某人的原则，你做事情不对哦，跟你的原则偏离了，跑偏了，这感觉叫 deviate 啊。那同样，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偏离常轨的人，变态的人，这是可数名词了。大声读一下，deviant，deviant，偏离常轨的人或者是变态者都可以说。常见的有 a sexual deviant。这是一个性变态，对吧？这个在这个方面偏离正常人，跟大家都不一样的这种人可以用它啊。这个拼写有规律，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词根啊。你看这个 deviate 这个动词，咱们再拆开啊，前面这个 de 这个字头意思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常见的意思叫 away from，就离开了什么，偏离了什么，有这个意思。中间有个重要的 dvi，或者有的时候是 via 都行。VI 或 VIA 呢，表示道路的意思，它表示道路。后面的 ATE 是动词词根，所以这个 A 呢，就等于两个 A， 这个两个 A 并到一块儿了，叫 deviate， 对吧？那 VI 或 VIA 是道路的意思，刚好偏离了道路，离开了道路了，人在正路走，它偏离道路了，就偏离方向，那偏离了这个正常。那么我们看到 via 这个词本身就是个介词，就借助什么什么东西，是或经由某个道路渠道哪里。或者这个通过某个方式，它本身就是个介词啊。通过某个途径、某个方式或渠道哪里都可以用它。注意这个介词，大声读一下 ，via，via， 它就来自道路嘛。借助某个方式、某个途径或渠道某个地方去哪里都可以。比如说 ，go from London to Washington via New York， 我们取到纽约，从伦敦去华盛顿，就走通过纽约的这条道路，取得经由纽约。去华盛顿，这是取到哪里，通过某个途径、某个手段都可以用它。还有呢，我们的形容词是 viable，viable 表示什么呢？我们 va 或 vi 或 via 都表示道路了 ，able 是可以的、可以行得通的这个道路，能够走的道路叫切实可行的。这个 viable 类似于大家更熟悉的 feasible，feasible 行得通的这个道路可以走啊，行得通的。比如说 a viable proposal， 一个切实可行的这么一个提议、一个建议，对吧？Economically viable 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用副词修饰它也行。这可行的，切实可行，这道路走得通。还有呢，我们一个动词叫 obviate， 叫排除某个东西，就使行不通了，排除或者消除。这个词类似于咱们以前讲过的 eliminate， 就第八课贸易标准中讲过动词 eliminate。为什么呢？这个 via 还是表示这个道路的意思，这个 ob 可以表示。你就把它看作是 obstacle 障碍物就好了。道路上放了障碍物，此路不通了，排除消除了，这个道路走不通了。 ob 看作 obstacle， 那 why 是道路，道路上有障碍物，这个道路行不通，叫消除排除这个东西。比如说看例子， The new treatment obviates the need for surgery， 这个新的治疗方法就不必呢再动手术了。 surgery 表示手术，不可数名词，Operation 是一次两次手术可数的，这个词不可数啊。Obviate the need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第八课讲过的 eliminate the need， 叫做就不需要什么了，把这个需要排除掉了。需要后面 need 后面名词可以加介词 for， 也可以加不定式 to do 都行啊。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个 deviation 相关的，它本身词性变化，还有一些同根词放在一块记住，效率高，而且不容易忘记啊。好，咱们十四课生词短语重点的也不少，放在一块大家仔细复习，牢牢掌握。生词短语就学到这儿。